卑鄙无耻！横之歪谋起诉你，我有什么能帮忙吗？如果您把整件事情都说清楚的话，这个案子就了结了。没问题，但是那批货的赔偿还没有结呢。你是拿这个当做作证的条件？现在你面临两个官司，要么两个都输，要么赢一个，输一个。聪明人应该知道怎么选择。我让你办的那些事，办了。林恒志已经恨他入骨了。为什么非得要跟他做生意了？你只会任性，早说你不要走。集团股票已经跌了5个点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他们感情一点都没有，我希望大家帮忙澄清一下。Why do you want to cancel the engagement？ 都是我的问题。有话直说吧，真诚的邀请你能够加入我们简爱外贸。OA 系统出什么问题了？可能是误删了一个插件。你知不知道这多耽误工作呀？我这不是正在弄了吗？没工夫跟你废话。这件事情确实是我的错。林氏集团来电说董事长，爸爸只让律师进去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，你会喜欢的。董事会的选举怎么样？10拿9稳。托尼肯定要选那个林恒之。生意人只看重一种东西，利益。合作愉快。朱托尼投林晨生一票。你想把林恒之赶走董事会？我准备把他赶出集团。